明成祖朱棣作为继朱元璋之后另外一位传奇皇帝，不仅他的篡位夺天下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遐想，而且他神秘的后宫同样也充满了众多的历史谜团。究竟谁是朱棣的生身母亲？为何朱棣在皇后死后终身不再心恋皇后？他的死又为何极其的神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毛佩奇教授为您一一揭秘朱棣后宫之谜。在大明王朝277年的历史上，明成祖朱棣是继开国皇帝朱元璋之后的又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皇帝。他的传奇不仅来自于他竟然可以奇迹般的打败数百倍于自己的朝廷军队，成功的篡夺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更来自于他奇异的身世和他神秘的后宫。朱棣的身世本来不应该有什么奇异之处，但是他做皇帝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诏告天下，宣称他是朱元璋皇后马皇后所生。这样反常的举动反倒让人怀疑，没有哪个皇帝一上台就颁发这样的诏书，如果是亲生儿子有必要这样再说一遍吗？这也因此造成了朱棣身世的诸多传说。那么朱棣的生身母亲究竟是谁呢？还有在他神秘的后宫里，朱棣究竟又是怎样一个人？面对这样一个曾经杀戮无数的残酷君王，他的皇后和妃子们的命运究竟又是怎样的？还有朱棣为何最终并没有死在皇宫，甚至也不在北京城，而是在遥远的塞外？他死之后很长的时间竟然没有人知道，整个大明王朝还在照常运转。朱棣的死为何是如此的神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毛佩奇教授为我们打开朱棣神秘的后宫，揭示朱棣后宫之谜。今天我们讲明成祖朱棣第六讲。明成祖的家事和宫闱，家庭里的事和后宫的事。第一点，我们讲明成祖生母之谜。明成祖在发动靖难之役的时候，他要给朝廷给全天下有一份公开的，现在叫做公开信，要给朝廷上书，要让全天下人民都知道，就是说我燕王是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嫡子。什么意思呢？就是太祖朱元璋，高皇后是谁？朱元璋的皇后叫马氏，谥号是高皇后，高皇后马氏。他说我是太祖朱元璋和高皇后亲生的儿子，嫡子，这很重要。不是嫡子，相对的就是庶子。庶子在中国传统的继承权上，他就不是第一继承人，他是以后的继承者。第一继承人是嫡子，再第一是长子，嫡长子。那么明成祖当时他发动靖难之役的时候，太子死了，秦王死了，晋王死了，他是老四，他是第一大的，最大了，长子了，他成为最大的了。他又是嫡子，他说我要夺天下，多有利这证据，所以他要一定要说自己是高皇后所生嫡子。是不是呢？这个有一个大疑问。如果朱棣果真是朱元璋和马皇后所生的儿子，
那他就完全没有必要在刚刚登上皇位的时候就急着宣布自己是马皇后的亲生儿子，这岂不是在画蛇添足吗？在朱棣莫名其妙的举动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民间对明成祖的生母问题有很多传说，流传很广的、很详细的，是一本蒙古人的口述历史，叫《蒙古源流》，也叫《蒙古秘史》。《蒙古秘史》写说，明成祖这个人是元顺帝的妃子，叫洪吉拉氏所生。朱元璋打下大都以后，把这洪吉拉氏收入到明朝的宫里头。这时候洪吉拉氏已经身怀七个月，有孕七月，最后生下来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后来的明成祖。洪武帝死的时候，大臣们商量，虽然这个明成祖的朱棣这个人在当时是年长的，但是知道他是蒙古妃子的孩子，长大了肯定仇视汉人，因此不能立他当皇帝，立了一个小的叫做朱代做皇帝。朱代当了四年皇帝死了，最后明成祖又接着做皇帝，因此后来明朝的江山都是元朝人的天下，这是一种传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传说呢？这个传说我们看显然从年龄上不对，朱代也不是朱棣的兄弟侄子，有点影吗？影子都不多。明成祖呢，生于至元二十年，到了至元二十八年明朝建立，明成祖当时已经八岁了，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啊，明朝才得到元朝的妃子带一个八岁的孩子，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在明朝建立之前，元朝还没有灭亡的时候就把这个妃子收到宫中，也是不可能的。明明是带着一个孩子来，怀着孕七月有余，谁都看得见，朱元璋也不是傻子，朱元璋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所以这个推断，说这种传说显然是不正确的。那么还有说这个传说不仅在蒙古源流里头说啊，不仅在蒙古秘史里头有，而且在一些宦官当中也这么传说。为什么这么传？大家早就对明成祖的生母有怀疑，一些反对朱棣夺权的人，拥护建文帝的人，也希望借此丑化明成祖，反正你说他不好我们就跟着说，所以在民间就有这流传。那么宫里的宦官知道在庙里边呢供奉着牌位，说这个牌位啊谁都不能看，连大宗伯都不能进去。什么是大宗伯？礼部尚书不知道这个庙里的供的谁，都是明太祖以来的这些妃子们呢。这些事情既然不对外公布，民间又有这些流传，又有这么些个政治上的原因，所以很多人就相信了这种传说。但是我们看这个传说肯定是不确切。这样一个在历史上盛传已久的传说既然并非真实，那么我们对于当初朱棣的那个诏书的质疑是不是多余？朱棣的亲生母亲会不会就是如朱棣所说就是马皇后呢？第二个说法呢，就说明成祖宣传呢，说这个五个孩子啊都是马皇后所生。那么马皇后所生，那么首先他应该是太子，就是马皇后生。太子生在洪武十五年，是在太平这个地方，是陈迪家。可是这个时候马皇后根本没有在这个地方，
他是9个月以后才来到这地方，就是经过史书详细考证。洪武十九年，朱标生在太平，可是洪武16年二月，马氏才来到太平。这时候他来之前，太平是被元军包围的时候，他不可能在太平出生这个太子。如果太子不是马皇后所生，那么成祖所说的我是马皇后的嫡子，5个人都是他生，这里头就有误。大家知道明成祖上台以后啊，对史书做了很多次的修改啊，为什么呢？就为了宣传他自己是嫡子，是马皇后所生。第一次改动就说他自己还有周王是马氏所生，太子、秦王、晋王都不是马氏所生。哎，这一下子天下不对这个事情是一个爆炸，感到是一个爆炸新闻呢。一问太子，他是太子啊，他怎么不是马皇后所生呢？所以朱棣又认为这样改得太离谱了，所以又改了第二次，说干脆大家都是马皇后所生。这就是有了第二个版本。还有一种说法是高丽妃所生。明朝的宫廷里头，朱元璋的宫里头既有蒙古人也有高丽人啊，这也是不错的啊。后来叫朝鲜啊，到明朝以后呢，后来高丽就改成朝鲜了啊。确实有很多的高丽人和朝鲜人在明朝宫里面，但是这些个都没有更多的证据。刚才说到，关于朱棣生身母亲的3种说法都被证明是不真实的，而流传至今的许多史书又都被朱棣篡改过，历史的真相已经无从考证。那么朱棣的生母之谜是否就真的变成一个千古之谜了吗？会不会还有别的证据让真相昭然于天下？有一个证据证明了明成祖的生母。什么证据？有一本书叫做《南京太常寺志》。这个明朝实行2京制度啊，迁都了北京以后，北京有太常寺，南京也有太常寺。太常寺是管祭祀礼仪的这样一个机构。太常寺记载在享殿，就是在纪念他们祖先这些享殿里头，纪念这些妃子享殿里头的牌位的摆放很特别，有一位贡妃单独在一面，太祖高皇帝面朝南，他是正座，左边呢是李淑妃，左边什么左边？这边我们面朝南，左边就是东边，西边只有一个贡妃，李淑妃下边一溜妃子很多，西边唯独贡妃一个。这个一直到了明朝末年还有很多传说也弄不清楚，到了弘光时期，就是北京已经陷落了，崇祯帝已经死了，上吊死了，南京不是有个弘光上台吗？我们说17帝，为什么17帝啊，不是有个弘光帝上台吗？当时的礼部尚书还有这个大理寺的左丞，还有大理寺的左丞李清，这两个人，这李清有一次就找到礼部尚书钱谦益啊，礼部尚书钱谦益说这个太常寺啊是这么记，就是太常寺志是这样记载他们在享殿中的牌位，说这个牌位记得很奇怪，说究竟是不是这样呢？咱们为什么不打开殿去进去看看呢？他们一打开一看，果然如此，就是左边是李淑妃和一群妃子，右边是贡妃一个人。什么？太常寺说的非常清楚，贡妃是明成祖的母亲。有一首诗记载这件事，这么说：说高皇佩在天，帷幄神所栖，众妃为东婿，一妃独在西。大家都在东边，只有一个妃在西边。
成祖众所生，贫德莫敢齐。说明成祖啊，非常重视他的生母，其他的妃嫔没有能够跟他生母比较，跟他相比的，他非常重视他生母。下边说，一见一千文，实录安可记？说我这么一看呢，我就明白了，跟传说的完全不一样啊！一见一千文，实录安可记？说写在实录里头的，能够作为凭据吗？不能。明太祖实录是经过朱棣下令进行了两次修改，以前的版本全都销毁了，所以实录是不足凭信的。根据明朝的南京太常寺所记载，根据明朝弘光时期的礼部尚书钱谦益啊和大理寺左丞啊李清实地查看，证明明成祖的母亲就是顾妃，这是明成祖的生母。朱棣的生母之谜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了，但是在过去的讲述中，我们几乎没有听到过有关朱棣后宫的任何消息。这样一个曾经杀戮无数的严酷君王，他究竟会有着怎样的后宫生活？他的皇后究竟是谁？他会怎样面对这个作为一国之君的丈夫呢？第二个，讲徐皇后是怎么样一个人？明成祖他的皇后姓徐，是开国功臣徐达的女儿。这个徐氏啊，据说贞静，用现在的话说很文静，好读书，又贞静好读书，在人们当中都说她是女诸生。诸生是什么？就诸葛亮那个诸啊，诸生，诸生就是秀才，学生当时就是考进学都是秀才，有学读上学的资格叫诸生，所以叫他女诸生，就是女秀才。朱元璋有一次就是把徐达请过来说，听说你有一个女儿啊，很贤德，我与你咱们都是布衣之交，原来咱们没富贵的时候咱们就是朋友，君臣相契者皆结为婚姻，说君和臣关系好的呢都要通婚，所以干脆你把你的女儿给了我的这个儿子，咱们结成亲家。于是这两家就成了亲。徐皇后嫁给朱棣以后，朱棣做亲王，她就成为燕王妃。以前我们说靖难之役的时候，在北京城外曾经发生过大战，朱棣带兵去打大明，谁在北平把守啊？他的世子叫朱高炽，还有就是徐皇后。城中的防守都是徐皇后做主啊，调动人马安排防守，最后动员将士家属上城来保卫北平，所以在靖难之役当中徐皇后也是立了功的。朱棣做了皇帝以后，他就被立为皇后。在宫中，这个徐皇后啊经常劝朱棣说行仁义，尧舜行仁义从亲亲开始，说你要对你这些兄弟们，对咱们皇家亲属，你首先要行仁义，然后再对天下行仁义。同时呢，他也帮助朱棣能够协调些关系。有一次他问朱棣，他说你依靠的都是什么人呢？啊，朱棣说我依靠的就是六卿啊，这些人。好，那我就把他们的太太们呢，当时叫命妇，都请到宫中里来啊，给他们赏赐，招待他们，然后对他们说啊，说朋友之间的话呀可听可不听，说夫妇之间的话呢是最容易被丈夫接受，希望你们好好的帮助你们的丈夫。所以他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朱棣协调这关系。徐皇后有个弟弟啊，叫徐增寿。这徐增寿呢，曾经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的时候，把宫廷里的秘密消息透露给
驻地。后来在南京危急的时候，建文帝亲手把这徐增寿杀死了。那么现在朱棣做了皇帝，就要报答这徐增寿，啊，要把他的孩子呢，给他的很高的爵位。这个徐皇后啊，非常不同意，说不能这样。但是朱棣坚持这么做，宣布完了才告诉徐皇后说，啊，这不是我的想法，所以对这件事不表示感谢。这一点很像当年的马皇后，就说不能够私外家，就是你这是朱家的天下，我姓徐的嫁给你朱家了，那么我们就有责任维护朱家天下，你不能够给我们外家更多的利益和地位。所以明朝没有后宫干政，这是朱元璋朱棣立下的规矩，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后宫干政的事情。徐皇后呢，死在永乐七年。徐皇后死以后，朱棣开始营建在北京昌平天寿山的陵墓。天寿山最早叫黄土山，后来朱棣北征回来，看这个地方不错，说陵墓埋在这儿，安排在这儿，就把这个名字叫天寿山。后来陵墓修好了以后，就把徐皇后先安葬。这就是后来的长陵，现在的十三陵的第一个陵，徐皇后就埋在长陵。徐皇后死的时候啊，年仅46岁，从此朱棣不再立皇后。朱棣从此不再立皇后的举动，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与徐皇后深厚情感的一面。那么，另一方面，朱棣这样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究竟会有怎样的后代？他的这些儿子们究竟又会有何作为呢？第三个，我们讲他的孩子。朱棣不像朱元璋那样啊，有很多孩子。朱元璋26个儿子，13个女儿，是吧？那朱棣只有4个儿子，三个都是徐皇后所生。一，老大就是朱高炽，后来是仁宗啊，继承他当太子。老二叫朱高煦，老三叫朱高燧，都带火啊，还有一个叫朱高煦，也带火。朱高煦被封为汉王，朱高燧被封为赵王，还有一个朱高煦，历史没有明确记载。徐皇后在世的时候啊，就曾经对这个朱棣说，说老二老三这两个人呢，性子不好，史书上写的叫性不顺，将来肯定是麻烦，读书不好好读书。这个朱元璋曾经把这个皇子都请到南京来读书，他这个不读，说是性凶悍，不喜欢读书，严重轻佻。这个朱高煦啊，据说这个个子很高，身长7尺，善于骑射，这个肋下有2块肉，这里头长着像龙鳞似的，有几茬，很特别啊，是一个性情很暴躁很不顺的一个人。有一次朱高煦、朱高炽还有赵王朱高燧他们一起呢，到天寿山去看陵墓啊，这是他们的生母，看他们生母的陵墓，可能这个还在营建过程当中。当时天很冷，路很滑，这个路不好走，所以汉王就说：“咱们把这个步辇放下，大家都走着去。”都到陵墓前了。这个时候呢，正好是这个太子叫不良于行，有足疾，他脚上有毛病，走不了啊，他身体又很肥胖，这样两个宦官扶着他，他有的摔跟头。这个时候汉王就说，前人搓跌，后人把滑，就说你要摔倒了，那我就跟上了啊。这时候朱高炽的儿子皇太孙在旁边说，说更有后人把滑者，说我还后边等着呢，就说皇室当中
暗中的争权夺利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表现出来。再说这个赵王，在永乐21年的时候，朱棣身体就不好了。这个赵王曾经勾结宦官，打算给朱棣下毒药毒死他，然后从宫中下伪诏说让他继位，出现过这么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被知道这个事情的人揭发暴露了，后来遭到了明成祖的斥责。太子说这肯定赵王不知道这件事，都是手下人所为，你放飞吧。经过这件事以后，赵王有所收敛，但是后来仍然成为明朝朝廷当中的一个不安定因素。朱棣这几个儿子的过分举动让已经渐渐老去的朱棣伤心不已，但所幸的是在他心爱的徐皇后死后，他还有别的后妃。那么这样一个盛世之下的君王，他究竟有哪些后妃？这些后妃究竟都是怎样的？朱棣除了徐皇后以外，还有两个心爱的妃子，一个呢是昭献贵妃王氏，一个是恭献贤妃权氏，权政权的权，权氏。王氏贤德，在徐皇后死以后就主持六宫的事务，很多六宫当中之间的矛盾内外关系王氏都予以协调，他有比较强的管理能力，这个人也很贤德。权氏是谁呢？是朝鲜人。按照以前的惯例，元朝留下的惯例，皇宫要到朝鲜去选妃选美女啊，选秀女。所以在元朝的宫廷里头有很多朝鲜女子，元顺帝的生母就是朝鲜人。到明朝洪武年间，永乐年间仍然沿袭这个习惯，每年到朝鲜选取女子入宫。这里头有权氏、尹氏、李氏、吕氏、崔氏。在这个五个朝鲜女子当中啊，朱棣最喜欢的是权氏。权氏有什么特点呢？史书上说叫资质浓翠，说这个人呢、啊、这个气质，用现在的话说气质非常好，浓翠非常娇艳啊，非常美，而且会吹箫，会吹箫啊，会乐器。但是这个权氏啊，享年不永，活得不长。怎么呢？永乐十年，朱棣北征回还。大家知道，永乐八年，曾经朱棣带兵第一次攻打蒙古，打到漠北。那回还的时候，永乐十年，他回到南京去啊。权氏死在山东，那就说明朱棣出征的时候就一直带着权氏，就是在永乐十年的时候啊，权氏死了。权氏死以后啊，明成祖非常悲痛。据说当时他把权氏的哥哥请来，见到权氏哥哥的时候都悲痛的说不出话来。所以朱棣这个人也是有多情的一面啊，他有残暴的一面。他为什么残暴？有人分析朱棣是有一种偏执的性格，很多集权者他有偏执的性格啊。朱棣据说有一种病叫做丧心疯病，大概这病一犯的时候很暴躁，很固执，很残暴，就是晚年他这个表现出残暴的一面。朱棣死的时候，30多个宫女都跟他一起被杀了殉葬。殉葬怎么样？殉葬让他们殉葬之前让他们吃一顿饭，然后在殿的里边上面挂上这个白绸子啊，下边摆上小凳子啊，这个踩着凳子上去，脖子伸进去，小凳子一撤，这个人就死了啊。有的人
在临死之前痛哭连天啊，到处是喊爹喊妈呀，很惨。明朝殉葬制度一直到了明英宗第二次执政的时候才废除。当我们走出朱棣的后宫，当我们不仅看到了他坐在紫禁城里威严的一面，而且也看到了他多情的一面之后，朱棣65年的传奇人生也该走到尽头。但即便是在人生的最后一刻，朱棣仍旧演出了他传奇的谢幕。他没有死在皇宫，甚至没有死在北京城，而是死在了遥远的塞外。而且他死后许久，整个王朝上下竟然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死讯。究竟是发生了什么，让朱棣的死如此神秘？广告之后继续讲述。朱棣在文武大臣的坚决反对之下，一意要亲征，永乐22年就要打蒙古。可是这一次去攻打蒙古，出塞以后不见敌人，为什么？阿鲁台很聪明，头一年就听说朱棣要来征讨，早就带着眷属往北逃了，走了没有了，根本见不着人。所以朱棣看着那个车辙，都是车辙都已经明灭，车轱辘印儿、马蹄子印儿都已经看不清楚了，没有见着人，他们就只好回还嘛。在回城的路上，朱棣就跟旁边的学士叫做杨荣金幼资说，我昨天夜里头做了一个梦，梦见好像画里的画的神人这样模样的一个人跟我说，上帝好生，说难道这些蒙古人没有人保护他们吗？然后走到路上，看见路上那些个死亡的以前出征的将士，或者是战场上的白骨，他也感到心情惨然，这样就回师啊。在回师走到榆木川的时候，内蒙古的东部啊，在榆木川这个地方，朱棣死了，情况很不好啊。为什么不好？六师在外，军队都在外头，国中无主，有太子，还有想夺权的汉王和赵王。如果这个时候知道了成祖死在外边的消息，很可能天下大乱呢，怎么办呢？金幼资、杨荣还有宦官马云，他们就一块商量出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首先是密布发丧，然后下令把军中的锡器全都集中起来，因为这个军队出去几十万人，很庞大呀，要使用很多用具，平常使用啊，还有举行一些仪式都有些锡器，把锡器集中起来，锡器的熔点很低，它做成，把它融化了，做成一个壁，实际上一个棺材，然后把朱棣安葬了，密封起来，把这个锡匠再杀了，灭口，不让消息传出，然后六军照常行进，每天照常给这个朱棣进膳，然后派人密报南京。这就是朱棣的神秘之死。朱棣死的这一年是65岁，埋葬在北京天寿山长陵。一代雄主就此告别人世。朱棣这个人，我们说他虽然不是开国之主，但是他对明朝的基业有开拓之功。如果没有明成祖的开拓，明朝的制度、明朝的规模没有这么宏远。这就是明成祖在历史上的地位。他继承了朱元璋的事业，在朱元璋建立的明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开拓，奠定了明清两代的政治格局，对中国历史
发生了重大影响。他是一代雄主，又有不可忽视的缺点。他既是一个简朴勤政的皇帝，又是一个残暴的帝王。我们讲明成祖就到这儿。一代雄主明成祖朱棣就这样在塞外的茫茫草原结束了他65年的传奇人生。无论是他篡夺侄子建文帝的皇位而留下了众多的争议，还是他缔造了一个彪炳史册的永乐盛世，这样一个传奇皇帝都在中国历史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但是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朱棣大概会死不瞑目，他的那两个如狼似虎的儿子赵王和汉王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夺取文弱太子的皇位，一场宫廷中的暴风骤雨即将到来。太子朱高炽的命运将会怎样？这场宫廷的血雨腥风将会如何呢？明时期第一案之明仁宗近期播出，敬请关注。